关系色难的所在，感恩感恩在阮心内，付出情意，付出爱，代代回。台湾的是比拢是好，青山绿水随阮来，美丽山河难所爱，昆勇啊，这个文哦足清楚呢。那顶管报销吼是1250万啦，实际呢这二三年哦领到125万尔啦。有吼，这你对恁大阿婆你有啥物福报呢？十分之九无用呢，才报十倍呢。你看到你对恁大阿婆吼，你著较注意个，这是安尼笑个。这大阿婆人，你也是一个了解阿门港的情形啊！结果哦，俺家的人就死未改，死未变，那冤枉嘞，见青就吃。你票拢等于青的，以后的命运嘛是搁继续因执政啊！吼、哦，四号哦，三号加一号啊！你要怪啥物人？怪你家己嘛？是咪安尼？伊这1250万。哦，这有可能唔是福报呢？伊内底做小的做1250万，是一个背基民是125万尔呢？这贪污呢，上届就起条十单呢。大家拢吃，你也卖逼我也袂逼，平安无事啊？是咪安尼？我一个朋友叫苏正清呢，安尼一个要选的尔呢。看伊十档呢，我讲你遐那么空空。迄贪污是安怎？集体贪污是安怎呢？会变呢？迄就是一半仔食无到，分袂平，伊变个呢？若全部拢食，要哪会变？你食有到，我食有到，你敢会变？大家平安无事啊！有可能迄个差异就是人体嘛无得空呢？这是咪爱对居民哦？解释要清楚。你敢有法度讲写唔对？安尼困扰啊！咱迄种你有看到吼？有十倍哦、喔，十倍啊！你领125万，属实呢？监察院啊，报来讲，这个人是领1250万呢，十倍哦、喔！恁大阿婆的人看阿摩讲迄张，你的感想个呐？一分钟，互你做结论呐、啊！这有可能就是哦，按迄个洪会长咧讲的哦，阿门港前身哦，迄、那个89亿。去向不明，去向不明哦，是咪按市政府、按中央政府哦有关，门港前村的消息全部拢爱公开，爱透明化，对无？足济应该哦，居民的居民无退掉，无领掉，花钱是对对的。我讲你听啦，恁有780亿啦，首先哦，想要分互恁78亿啦，你有看法是安那？应该嘛是差不多安尼尔啊，安尼哦，安尼恁吞落去啊，吞袂落去啦，吞袂落，吞袂落去啊，假死，我即口气吞袂落去，那因哦，因钱因或者因吞袂落去，我要讲的哦，谈拄啊迄个洪秀柱哦，洪理事长咧讲的哦，伊讲鸡嘛尾啊有去争取一个100亿的，搁一个80亿的，80亿的就。陈志忠哦，议员哦，讲哦，以后房屋的建价会提高，所以可以争取80亿。我会当跟你讲，迄拢是底下咧打马虎眼，实际喏，伊迄个100亿可能，伊咧讲的讲已经进前说明会，吼，起码市长就讲过啊，讲伊争取啊，争取100亿啊。
其实哦，唔是安尼呢。恰恰我介国民党市党部诶委任议员，甲咪助理甲咧讲哦，其卖因拄爱去同款委员去经济部，介拄着其卖啊，讲拄啊甲送迄个文仪要讨一百个尔呢。后边八十亿迄嘛拢阿未呢？诶，空头支票先开呢？算唔知先开？啊！你是咪讲啊？算久一张票先到我遐讲啊？哦，应该是安尼哦。安尼该订票。诶，啊无咧啊，无你敢会转互我？对无？你敢会转互我？你若讲真正增加180亿来讲，借问啦，阮促进会的诉求啦，阮的空屋补偿会、安置会啊，无够平，补到有够啦，啊，搁土地会。诶，迄个土地有诶无诶，假诶，拢好诶条件拢无增加咧。诶，坤亮，我甲你借问一下啦。吼、哦，中央政府拨啦，拢共780亿啦。啊，恁即摆摕外几亿去啊？恁即摆大南部要迁村哦，恁已经恁只恁未接食未接未甜哦，食未饱未甜哦，恁已经摕偌济啊？我暂时可也无分着啊。人780亿呢，你人一工也未分着？我无啊，甲有啥物人分着钱跳出来？即摆正好。出来甲我讲。即马即政党吼，因咧洗钱吼，是咱越来越去的呢。哈，啊你摕偌济啦？你坦白讲，这老百姓连一块都拢无分着，咱怎么越来越去啦？我袂敢讲，是要越去对，还是因食剩那个一堆嘴口出来，我敢有伊甲食会着？诶，所以讲乡亲啦，咱大家听好，因内底咧讲，讲哦，大南部诶，千川，即马拢共有争取780亿啦，啊！会长，军玉啊，讲伊一工还袂收到，真个假？唔是我无分到尔，全部乡亲拢无分到。你有分到？没有。没有。安尼乡亲780亿，即马可能我陈博士册读了无济，电机博士无啥物读册。340亿的阿摩江千川790亿无开，因大南部要千川。780亿，伊一角个还到即马袂咯？啊，讲90%要人要迁村。啊，我同意迁村，但是阮的诉求市府都无同意啊，伊都无赞成阮的诉求啊，啊，都阮的讲的意见，我都讲过啊，我副会长嘛捌反映过，就是讲哦，十个问题，基本市长伊拢拣两个无关紧要的，甲你回答迄八个重点的问题，伊拢避而不谈。我甲你讲，要迁村足简单个啦，乌卡内先分落去，大家就点伊。对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予咱海内外乡亲知影，咱种一摊，吼、哦，啊，无讲个，190亿无看个，迄张公文，即张公文，即张公文，咱23年领125万，敢报1250万，迄是监察院落来问，即问号我会甲打去，予咱大家乡亲参考。啊，今仔恁吼讲到遮吼，来，予你30秒。哦，我希望哦，按市府以及中央政府啦，哦，经济部也好，内政部，你也敢要甲咱前生，你提出你的诚意啦，真正哦。钱无来，真正无多做工课，啊，土地无够，也袂动啊。台湾是西南的所在，甘甜甘，阮在阮心内，付出情意，付出爱。代代会瑞代代在有钱呢，780亿呢。啊，有钱也是嘴下咧讲的啊，要看到钱啊，啊，要看到啊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吼，今仔日康坤玉啊开讲到这，好啊。乡亲若有袂爽的，感觉吼，因真正大南部吼，食袂饱袂甜的吼，来，谈下这老话，咱大家好好啊讨论一下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咱今仔讲到这 ，OK， 三九八零八七，谢谢，嗯。
苦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啊，甘愿无怨恨，阮是最大缘分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啊，甘愿无怨恨。阮是最大缘分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爱故乡美丽岛，到底有啥物做？返来故乡面对黑落，牺牲嘛有加过。台湾的青年不通走坐路，一步过一步，独立建国永不回头，冲破黑白路。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，鲜烈的牺牲不断，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独立的最主人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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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决战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故乡。先红是热情单纯，托在台湾人的心肝。台湾人同心肝，同款有命，子孙拼命子孙。代代永远地生团，水绿是宝岛美丽山河路，土生土长的活。风来美，鸟兰花，仰头看麦，阮多开看，阮多开看，头顶头顶的忧伤。中国是中国。